早上在花莲。有放一个小袋子，所以在花莲站这边会算两件。现在去吃早餐吧。丰盛的有水果，然后有四个就是很厚的三明治，然后里面其实有香菇啊、番茄啊、青菜跟起司。那我们就一起吃早餐呢。哦，对了，点餐的话会附一杯饮料哦，你可以选热美式或绿茶。那边爬上来的话，过没多久就会到这一个有指标的地方。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它有一个瞭望台，那我们就往前走，往瞭望台的方向前进吧，出发。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第一个有进去休息的那个凉亭的那一个路口，那我们现在就顺着原路回米老鼠的那个路口，然后到南滨公园去看海，出发。桥走到底呢，其实有一个溪畔公园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不走过去了。然后我刚刚在桥上呢往美伦溪的方向望，发现它其实好像可以到太平洋，所以决定临时更改计划，从美伦溪旁边的小路往太平洋的方向走过去。搭车道一直往前走的话呢，除了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海景之外啊，本来是要顺着这条路上去，可以到太平洋的3D 的什么公园的，但是现在正在维修。不过我刚刚在前面有发现一条就是小径，我想说我们就走过去前面看看，看有什么。如果猫头不对的话，就再掉头回来。从这条小路爬上来，就是刚刚那个施工处没有办法上来的地方吧？你们可以看到后面就是施工处，所以我们就这样上来到一个北滨海滨公园。
时间的关系，我必须要赶5:38的区间车到宜兰，那我们就赶快走路到花莲车站吧。行李房领到行李了，现在要赶快去花莲车站，赶赶看能不能赶到本来想搭的区间车。花莲车站了，本来要搭的区间车没赶上，所以现在只能等下一班的曙光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